谁帮你绑的头发？陈依然。阿姨。阿姨啊。阿姨，阿姨帮我绑了头发。真的。他都抓到脖子了。怎么可爱？好像画了一个人一样。这样比较凉快的。还是够长吗？然后就掉丝丝啊，就是。你干嘛换人？我可能回去找你。他想做回头。新发型。好痛啊！卡到我的手。你额头大，哇，装上去了，砰！老爸，老爸，不行！你妹妹快掉下去了。悠悠宝，那叫悠悠宝啊，不然叫什么？陈悠然，陈悠然，陈建文。